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但是我觉得爱丽丝们，你们不是水做的，你们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啊，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那男粉怎么办？虽然可能我就只有两三个男粉，两三个男粉。啊，好，你拜起。哦呦，我的天！为什么要讲这么矫情的话？天哪！嗯嗯。